好，来看到国税局花莲分局举办了拒绝撕裂烟勇闯回蓝湾网路的抽奖活动，即日起到9月30号，只要前往网站来观看影片，并且完成游戏，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一个人是可以有5次的抽奖机会，奖品有三星平板电脑以及苹果的蓝牙耳机等三星产品，民众可以把握机会来上网参加。国税局花莲分局举办拒绝撕裂烟勇闯回蓝湾的网路抽奖活动，即日起到9月30号，只要前往网站观赏影片，并且完成游戏，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那首先我们在会员专区要输入，电话号码，还有电子邮件，还有手机电话，还有地址，还有确认活动的密码，要重复2次，这样就完成会员注册。那按登入就可以完成。那接下来要观赏八部的那个影片，9部电影，那9部微电影，那我们电影内容有涵盖烟圈撕裂烟跟相关电子烟的相关知识，那还有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还有遗产税的税额试算，还有性平宣导，以及受控外国企业 CFC 制度的宣导。那观赏这9部微电影完了之后，就可以参加活动。那活动游戏呢，在60秒内完达成300个积分就过关，每天有1次的机会，总共有5次的抽奖机会。奖品的话，它会有那个平板电脑1台，然后还有Apple 的无线耳机也是一名，那还有3个智慧手环，那还有10个。行动的果汁机，然后还有10份的香皂礼盒，总共有25名。那这个活动呢，到9月底为止，我们预计会在10月的时候，再正式的抽出25名的那个幸运得主。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一个人可以有5次的抽奖机会，奖品有3星平板电脑和苹果蓝牙耳机等3C产品，请民众可以把握机会上网来参加。谢吕慧欢是报道。